APINK 在去年四月合约到期后，除了那恩之外，其他成员皆和原公司续约。那恩在努力发展演员活动的同时，也维持着 APINK 成员身份。最近他们就带着十周年特别专辑回归，某一站宣传来到了柳希烈的写生部，蒙内夏容一段感人发言，完全逼哭大家。10주년됐습니다。네。그동안못다한마음을담아서언니들에게한마디좀해주세요。거기서언니들이좀많이쇠약해지고연로해진걸많이느껴요그러니까심적으로그래서좀언니들의막눈물도많아지고감성도풍부해지고해서제가언니들을지키도록하겠습니다听到忙内真诚的告白，朴妹更是流下感激的眼泪。但这段发言也让人疯猜，是不是跟那恩有关？原来是预计六人回归的专辑，却因那恩卡到戏剧行程缺席所有行程活动，导致不合传闻盛传。不过17日，他就打破沉默，表示虽然很遗憾不能一起参与这次的活动，但希望大家可以喜爱这次用心准备的专辑，也要多多为成员应援，亲自破除不合谣言。Thank you.